明星故事会近日，赵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及演员的整容现象，她表示啊，越来越多的人都去整容了，这就导致个性化的面孔越来越少。那么演员不应该过多的在意自己的外形，而应该专注于表演。如果你的注意力在自己的外形身上过多的话，那么表演就会越来越少。那么怪不得观众骂你，光整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？又不会演。他对整容了也不是非常排斥，他说整容不是一件坏事，如果你的容貌对人产生了伤害，跟我一样，那整容就挽救你的自信，给了你希望。看有些很漂亮很自然的女生追求更漂亮去整容的话，那么医生反过来就成了杀手。而微整也是整个演艺圈个性化面孔越来越少的现象，这个时候呢，希望大家去整的时候别跟别人整得太像，是不是？现在的娱乐圈啊，大家都分不出来了。可是赵薇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没整吗？是不是啊？您对赵薇说这个事儿怎么看呢？赵薇整还是没整啊？欢迎说出你的想法。